今天呢是7月16，这几天呢雷暴雨，现在呢还好，总算过了那个雷暴雨过了，所以那个天气比较晴朗。昨天还是大东风的，现在就风也停了，所以呢我就，把握这个机会呢，心情好了就，再写一张书法过过瘾。因为这几天怎么说呢，台湾名书法家，好，我的一位好朋友，吴英国老师呢，他就提议，响应黄宗义教授的好句，大家写啊，这个他王教授也用不同的字体，吴先生也用不同的字体，我也用不同的字体，大家交流交流，写这副对联。我现在呢，就在写我最喜欢的曹全，过过瘾，啊，我的落款是这样子说的，台湾，书家好友吴英国老师响应王宗义教授字好句大家写，无量两亦以多体交流过瘾，曹全乃与之最爱，故以此叨陪播忏，戊戌狗年下。所以呢，因为虽然现在是傍晚六点了，因为第一心情好，第二天气也配，所以呢我就把它写下来。那个我的小猫咪也是老是缠着我，小龙啊，这个小猫咪也老是缠着我，看看那个书法，希望大家喜欢吧。这个是王宗义教授提出来的一副对联，非常过瘾，谢谢大家欣赏。